你还在等什么？挥手了，告别了，别不舍回望啊！相信中的梦啊，去追吧，要能留下伤痕才算活过。你看小狗在叫，树叶会笑，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觉醒来，窗板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，不必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昨日周深上海美奔演唱会第二场圆满结束，历时3小时，演唱32首歌曲，带来《借过一下》《蜃楼》《警报》《少管我》的现场首唱和其他火热歌曲，其中不少歌曲难度不小，不愧是拥有小金嗓的周深，现场稳如 CD， 真是太牛了。5月19日，周深应开演唱会，行程撞期《奔跑吧》而缺席录制《跑男》，跑男团集体现身演唱会送惊喜，隔空点歌周深演唱会，为他的演唱会打 call。很羡慕这个现场所有能抢到票的朋友啊！这个我就是不像我们没抢到票的人，只能来录这跑男，给姚一天做牛做马。谢谢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对深深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并且深深刚刚发行了新专辑，新歌叫做《少管我》，少管我们深深。哦，太想你了，深哥！祝你演唱会圆满成功，我们在家里等你。哦，谢谢，等你啊。你还回来，我一样唱不完。唱歌好不整齐的事。我这首是。感谢跑男团员，周深结束了上海的两场演唱会，今天还要飞去沈阳录制跑男，缺席了好几期的跑男明天回归了，又可以在跑男里看到元气满满幽默风趣的周深了。周深昨晚上海第二场演唱会结束后，还在车上直播了13分钟，清唱了璀璨冒险人、小美满还有记忆商店，给高考生加油打气，安慰心情不好的米子，还说到《反身代词》这张专辑制作，问大家喜欢哪一首歌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大家注意安全哦。耶、yeah! ！倒流回最初的相遇。Hello， 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因为以前演唱会每次到尾巴，我都哭得难以自控，哭得妆都花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去结束演唱会，所以最后一首歌《少管我》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嘿嘿，我长大了，谢谢你的夸奖，保你个头。大家有听新专辑吗？我们这边刚应该算是刚忙完一个阶段性的工作，马上上来看一下大家，你们听得清我的声音吗 ？Hello。哎，听得到不咯？喂，嗨，嗨，
听得到的给我打九。嗨嗨，听得到是有延迟吗？延迟好大哦，不管了。九出现了，我们这怎么说也有个延迟两秒的样子，不过还好了。Hello， 在车上啊，所以就是灯光什么的会稍微差了一丢丢，但是这个美颜让我觉得我长这样吗？没有长那么标致吧？美颜怎么设置啊？美颜无、哦、还是有吧？太吓人了，无也就无吧，那就无吧。嗨，我立马变脸大的我。这灯光哦，还行。Hello， 一句也听不见，怎么会听不见？圆梦没笨，看得出他是真的开心。小男孩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他一直在感恩，演唱会上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谢谢，鞠了多少躬。这场直播结束后，周深又上线发文，我们的目标实现了，谢谢你们，我拥有最顶级的观众，就算没有在现场也不要不开心，我们一定会相遇的，谢谢你们愿意拾起我的不完美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一定谢谢我米。完后0:47又上线回复大家，评论区也一直在感谢我们，大家虽然都渺小，但是真的一起经历了好多好多啊，你们是特别特别特别温柔的灵魂，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怎么去写梦这个主题，谢谢你们好好照顾自己，大家舍不得演唱会结束，其实深深也一样都在戒断。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周深的全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上线24小时就突破了83万张，总金额突破了2500万。QQ 音乐单平台就有74万张，进入专辑总榜的第11位，厉害，不愧高质量的专辑，首首精品。而且从各方面反馈评价来看，这张专辑深受粉丝和路人的喜爱。最有趣的是，大家无法选出哪首最爱，因为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好听。不过比销量更惊人的是专辑的质量，是当前最炙手可热的制作团队，钱雷、隐约、唐田、莫泰文尔、徐威、周天彻、神之班底，全球范围收割200多首 demo 里严选出的14首精品，另有周深本人原创词曲作品《少管我》，超顶级配置，精良的制作，祝周深二专销量再上一层楼，大卖大爆。我把手机拿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前段时间周深发给我他自己写的一首歌。朋友就是这样吗？就是这么的叫什么，彼此信任，彼此互坑，不跟正面无关系，真的很好。每次上网都觉得啊，雷哥你是人吗？哎，你孤心说。好的，今天比昨天更腼腆了，原来欺负爱人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快乐。昨天不是把话筒给我了吗？今天你还敢给一次吗？下面有请钱雷为大家演唱《人世》。什么不变？爱我不变。我要是信了你们，我应该不会有今天吧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想要你们跟我一起唱，它是一个童话故事。它是什么歌呢？你们现在回答的这么大声，等一下不会放我鸽子吧？那我们试一下，陛下我叫。有点厉害啊，那我们等一下来见真章。
这么不给面子，那我就继续唱。刚才那首歌你们喜欢吗？但是我真的会害怕你们回去不敢睡觉，有人被吓到吗？不要再逞强了，孩子们。